谢谢大家。哎，来到这里啊，太激动了。是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整个北京兴业相声会馆这次团队的专访节目啊。我们哥俩是在舞台上唯一的天津人。没错，回到家乡演出，哎，见到家乡父老，那更加的亲切了。肯定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您看我们这个相声啊，它是散文体的艺术形式哦，语言艺术是，又叫口头文学。哎，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，首先有一定的基本要求。您看这位啊，我多才多艺，呵，身怀绝症啊，身怀绝技，说清楚了，身怀绝技，哎，掌握呀艺术种类比较全面啊，还可以。您拿我来说吧，啊，首先要跟您学习的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流行元素。什么叫流行元素呢？比如说现在年轻朋友啊喜欢的音乐。哦，音乐，流行音乐，哎，这一点李斌老师掌握的特别全面。我倒是喜欢，而且有一大特点啊，您一鼓掌，准给您唱一段。对，谢谢大家。您这么一说，我不唱还不行，我来个学模仿，哎，模仿一个，行不行？我也别说我模仿的是谁，啊，您闭上眼睛听，您听像谁，行吗？好吧，我简单学两句啊，您听点啊。千万里我追寻着你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，你不像是在我梦里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。不行，太棒了，真像蔡国庆。对，蔡国庆干嘛呀？好，我这唱半天，我蔡国庆不是不是啊，说错了，说错了，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杨坤，杨坤也不对啊。汪峰，孙楠，你选一个。我选哪个？我选您到底知道不知道，啊，不是，我刚才蒙住那名叫刘欢。太对了，哎，刘欢模仿，啊，这有个外号，啊，什么活刘欢。对，活刘欢干嘛呀？不是不是，就是赛刘欢。哎，赛刘欢唱的真不错。哎，我不行。您怎么着？我喜欢传统艺术哦，最拿手的，得说是咱们的国粹京剧麻将。对，麻将，尤其咱天津人打牌呀，啊，讲究七个会儿。对，没有没，您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麻将干嘛呀？国粹是京剧，就是刚才。恍惚了，哎，您恍大了。最喜欢的得说是京剧，哎，尤其讲究行当，嗯，生旦净丑。对，我最了解的得说是生行，哦，是，就是老生啊，哎，像什么四大须生，嗯，马谭杨西，好啊。除此这四大须生之外，我还喜欢一位，谁呀？就是，就他叫什么，文武老生。哦，文武老生创立了很多现代京剧啊，传统京剧像什么《野猪林》、嗯，《将相和》。对，现代京剧《白毛女》。嘿，与这个杜近芳先生合作。是啊，这叫李啊，您想想，是叫李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李，想想谁？李宇春。对，李宇春，不是吗？错了，那应该是李少春。对对对，文武老生。对，尤其现代京剧《白毛女》，是跟杜近芳先生那对唱，酣畅淋漓呀，啊，嗯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啊，干嘛？我重新选择一个合作伙伴，再到咱们天津卫视为朋友们演唱这段，学唱这段。不是您等会儿，各位您回去上网搜。您别，啊，您干嘛还重新找一合作伙伴，还换一场合？您这可没有啊！您这来回天津，您等于回家了呀？不不不，您这干嘛？不是说换您的意思啊，是因为啊，这个李少春先生在现代京剧《白毛女》当中扮演的杨白劳的角色啊，杜近芳先生扮演的是喜儿啊，是啊，是一个青衣哦。你说我得合作伙伴，你也来不了，有机会，所以我给大家学唱这。不是您等会儿，您别有机会啊。我问问您，这里边不就差个喜儿对吧？对呀，我来，我来，行吗？我都快吐了，我都快怕您不唱。这模样，这模样长得跟茄子似的，你说这谁跟茄子似的呀？不是，我不怕您不唱吗？我就跟您搭档一下嘛，简单配合一下。那行了行了，哎，那主要为了听我。对呀，那您甭管了啊。但是不行，你这模样不是不至于。哎，这样我给你化好妆。怎么还化妆啊？化妆啊，是为了引发各位亲爱观众朋友们的联想。而且区分角色呀。哦，有道理。你说对不对？这一下就区分开了嘛。对对对，我们相声演员化妆 很简单啊。怎么着？对不对啊？这就算化妆了。哎，完事儿了。
我这块手绢呢？不不，您这叫什么呢？这个红头绳。您别这块扎头绳吗？您这没有啊？您干嘛呀？我这边我跟您这配合着演戏，您给我盖白布了。不是您什么意思？您干嘛呀？给我弄一个。区分角色。这怎么？而且刚才我说的很清楚，为了引发大伙的联想，把白布一盖，您各位想里边乱七八糟的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乱七八糟的呀？这再者说，我看您这模样真唱不出来。不是您什么意思？就得盖上。还就得盖上。没错。就盖上。对。你为了各位亲爱的观众啊，对不对？我哪得罪您了？我盖上是。对了，盖这就红头绳了、啊。我为大伙儿啊！哎，对，您快点吧，抓紧吧。嘿，这就开始炸炸台，人家的闺女有花戴，爹爹无钱难买来红头绳车。您这在台上乱不乱跳干嘛呢？这是伴舞啊，我用你伴舞，这是气氛啊。我唱的挺好，大伙乐了，我以为我唱错了。你伴什么舞啊？你站住了，别动，还不能动，多新鲜呢。这事儿太多，你老瞎晃悠，搅和你这人现在不能动啊。我发现你现在确实有点搅和，你什么叫搅和？你站住站住站，确实搅和现在。站好了，别动了啊。炸炸台，人家的闺女有花的，你诈尸呢你？废话，您这什么玩意儿？我哪知您盖一什么？您知这什么味儿吗？这里边，太客气，你闻什么？你盒饭味儿都出来了，您那你是中午吃顶着了？什么呀？您这你哥，怎么了又？这样、啊，你为了亲爱的广大观众，忍三十秒，前面不唱，我直接唱后面，行不行？你可快点。对了，来。现在开始，快点、啊！炸炸台，人家的闺女有花戴，爹爹无钱难买来，红头绳车上正二尺，来来来，爹给你亲手扎起来，您这是扎头绳，我这勒死狗啊！别唱了。